最近就红的人，阿姨生到最近倒的。对，最近长很帅啊，那很帅，不知道。帅的。总统大选快到了，你平常有在关心政治吗？你对这些政治人物了解吗？我们今天准备一些题目要来考考大家，对政治人物到底够不够了解？走吧。你们有人会讲台语吗？没有。会啊，超会。我没有。一个讲一个猜。太难了。然后你不行。然后我们两个猜，然后你讲。啊？这样给我出题目。海迪啊，海迪啊，北秀的海迪啊，海豚会转弯那个。哦，吴尊义。暖男，这就是伊最有钱的，阿姨进前嘛在选总统。查甫的，那个总统，马英九。伊是一个以前的星巴克的市长韩国瑜。哦，不是啊，靠腰，你说那个星巴克的新闻是的，宋楚瑜有当过吗？冲！出战场。别绰号北餐。吴敦义。我真的知道。伊是一个。总统就爱吃，吃瓜，吃水饼，嘿对，金马，蔡英文，不是另外，高雄，对，他讲的单字超少，公投，公投，好，公投韩国瑜，对，这是近景在选高雄的总统，陈其迈吗？总统。哦，什么？哦，什么？一起新郎，新人就行了。你公说我要行，对哦，是不是绿色的？台南的那叫什么？赖清德。桃捷里是颜色，全在国家。OK， 好 ，OK。同款是总统的候选人，有蔡英文、桃李艳、费时、宋楚瑜哦。对，伊不是一个查甫人。蔡英文。国民党的前副总统，副总统，宋楚瑜，不是的，他没有，不知道，蔡英文，不知道了，国民党的，吴敦义，嘿，那个，加阿扁配，社会，的那时候的当时耶。孙章不是，不是，查某诶，吕秀莲，去用关遐啊，关做阿关呀，阿扁啊，这谁个就是迄鬼娃恰吉，阿姨公位就惨，哇，这超简单，蒋啊，低薪，阿姆哥今麦是市长，柯文哲，高雄 A。伊的第一个名是颜色红，秀珠，嘿，三里桃捷是该耶耶，桃捷里长个，嗯，第三里是豆的顶等豆饼，有豆的点豆饼，豆正零 no 左，嗯，平常左，嗯，正经是桃园的环境，啊，伊然后选到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，哦。那个查甫人虽然讲有可能会迟到，但佫伊绝对袂发烧。烂个男人。好好，那个查甫。最近足红的人，阿姨生到最近倒的。对，最近长很帅啊。那很帅，不知道。帅的。你有看过麻辣鲜师不？麻辣鲜师。这个细汉叫做啥？蝌蚪。嗯，艺名。柯文哲。蝌蚪的名，青蛙。啊，头毛留落去的，头毛留落去的。是，就好掉下来。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伊在欢迎啊，去人问问题的时阵啊，生气去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人家的假头毛爱在卖去。秋意。高雄的
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在你对弟弟穿，你会穿吗？会回家投票吗？会啊，会。你们现在几岁了？二十，二十，十九，二十。所以你们有三个手投族是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举手投足的，听过吗？哈哈哈！那你们知道投票带什么东西吗？身份证一张，身份证吗？然后印章，证件。什么证件？韩国瑜没有的、啊。刚刚有发现你的包包好像蛮特别的，纤维工具，方为人上的。这是你们科的座右铭。我们系的座右铭。哦，所以你们系上男生都是工具人。没有错，是办活动上的工具。不是追女生的工具人。你要这样讲，我会觉得差不多，意思也差不多。所以你们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啊，我现在没有，没有。